海面很平静。有何善变？我的人没有给你的船员添麻烦吧？听道夫说他们挺卖力，还担心他们不习惯。看得出来他们有些生疏，不过你放心，有我们的人帮着，应该不会出问题。那就好，就把他们当成普通船员。就怕他们受不了这海上的苦。放心，他们很能吃苦，程船长很有经验呢。是吗？指挥云记号出港就看得出来。过奖了，怪不得梁老板对你赞誉有加。总经理是个厚道人，所以我们才选择了和你们合作。自从打起仗来，我们公司很少有四艘船同时出港的情况。这样的情况以后会越来越多，这两年我们在华的业务扩大不少啊。当然了，整片海域都被你们的军舰占着，你们的生意当然好了。我们只是提供保护，也许这片海域不用你们提供保护更安全。正像船长所说，大海很善变。船长别看了，该吃饭了啊。吃饭吧。希望我们的这次航程一切顺利。你放心，东野龙先生，我们的云记号总是能经得住风浪的。喂，科长，是我。安全吗？安全，我以打探云记号的名义出来的，没人跟踪。最新情况，我们已经窃听了钟表店，野营的想法和机关长的判断一致，你按计划进行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乔少山来了。哎，怎么样了？贴出去了，下午就见面。航运局查的怎么样了？我查出来了，云记号今天出港，去的是青岛。哦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消息还是由你告诉夜莺吧。这怎么能行呢？这是你查出来的情报，我怎么能抢你的功劳呢？是吧？夜莺不是不相信你吗？你把这个情报告诉他，说是你查出来的，也许他能对你的印象有所改变呢。嗯。啊，有道理。行，那我赶快做饭。吃完了饭，咱们俩一块儿去见他啊！行。
时候人织布啊，用的就是两根线，一根叫阴线，一根叫阳线。只要把这两根线同时往外一抽，那块布自然就散了。你和我们查的事儿有眉目了。哎，你好。查到什么了？云记号今天早晨空船起运青岛港，可靠吗？可靠。以前余杭的关系，从航运局打听到的。运的是什么？还不清楚。这条线不要断，一定要查清楚云记号所运的货物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保护好你的线人，千万别惊动日本人。你放心吧，我会把你的发现通知上面，等我消息。我们两个什么时候能够转移出鱼眼里啊？等我通知吧。我有事先走了，你们等我走了以后分别走，千万要小心。昨天冒昧了，我是迫不得已。没关系。你先回去吧。行。我回去等你。好。小姐，罗先生今天还来吗？小姐。啊。哦。来。哎，那我多准备一点菜。啊，不用了，平常的就行了。我不想让他感觉我们很见外。哦。哎，小姐，罗先生都喜欢些什么口味的菜啊？啊，随便。哦，好的。进。哼，吃饭呢。啊。给，你要的票。哦，太谢谢了。打算和谁去看呢？我想请孟小姐去。哦哦，对了，我跟陈九三说让他每天发一封电报，所以要麻烦你经常跑电报局了。行，反正我也要收发其他三艘货轮的电报，这事儿我知道了，我去总经理那边了啊。走了。哎，
小姐，我是罗真祥。罗先生，有一个摄影展想邀请你一起去。摄影展？是啊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空啊。去呀、好啊。那我向总经理请好假了，就过来接你。再见。小姐，什么是摄影展啊？摄影展就是摄影艺术家展览他们拍的照片啊。那有什么好看的？罗先生是设计师，当然要学习别人的东西啊。哦。注意监听。你怎么来了？有新情况。徐光普已经查出云记号，今天早晨空船离开上海，去了青岛。徐光普是在航运局打听到的，可是刘明真给了我这个。大连港。对，这就是我为什么昨天去见刘明真的原因。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徐光普就是敌人的间谍。我早说就是他嘛。我说过，证据也可能骗人，刘明真也有可能。为什么呀？这看似是条情报，但是却无关紧要。重要的是云记号运的是什么，要去哪里。他们两个今天分别给了我两个不同的地方，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，其中的一个肯定是真的。那哪个是真的呀？立刻发给上面，要他们在两边分别核实一下。好，现在就发。对，现在是。好，破译。嗨，青岛，船上的那些早已传出情报，云记号是要去大连港。会不会是夜莺发现了新情况？根据《山海经》，已经破译出来了。
他还是不相信贺爷。发出去了，现在怎么办？等上级的回复。如果是去大连，徐光普就是间谍；如果去青岛，刘明真就是间谍。这才叫证据，知道吗？上面肯定会派两地的同志同时去查，这需要时间啊。这段时间我们也不能闲着，我们要利用敌人潜伏的间谍获取进一步的情报。何爷怎么说？何爷说，他见到了叶英，通过面对面的观察，何爷确信，叶英已经上钩了。只要他的上级回电，云记号去大连港，徐光普的罪名就坐实了。另外，何爷说，叶英对有些情况还有所隐瞒。和我的感觉一样，他对何爷还是有保留的，他似乎是在拖延时间。那是他想进一步获取情报？似乎也不是。他确实需要时间查明云记号的目的地。何爷还请示是否可以向叶英进一步透露云记号的情报？他明显感觉到叶英非常着急。千万不要让叶英打乱我们的节奏。黑田正在密切监听钟表店，等明天的情况再说。嗨，回去告诉何爷，我已经查明了叶英的真实身份。他叫林建松。曾经是军统的王牌杀手，后来加入了共产党。提醒他小心。嘿，这位摄影师最擅长拍摄建筑还有巨轮，他能用光影和镜头表现出钢铁的美。是啊，你看得那么专注，好几次都忘了我站在旁边。对不起，他的照片的确具有某种魔力。又有新的灵感了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猜的。舒服啊。刚才你看照片的眼神和我的一个朋友很像。是吗？也许只要有船出港了，你才会有心情去看摄影展吗？对，每次货轮出港，我觉得就像自己的孩子要出远门，心里空荡荡的，总想找点事儿做。你那么重视云记号，如果他出了事怎么办？能出什么事儿呢？就是我那个朋友，他认为，算了，不提他了。没关系，你说吧，他认为什么？哦，没有，我只是瞎猜而已。关于云记号，你要是知道了什么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好。你是不是担心我们的公司会重蹈你父亲的覆辙？对不起，
总经理跟我说了一些关于你的家事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我爸爸经常跟我说，要多赚钱，让我过上好的生活。正因为这样，他才会中了日本人的圈套。这不是你的错。我一直认为，是因为我父母才会死的。千万别这么想，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背在自己身上。你是个坚强的女人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分担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就是这儿。你经常来这里呀？哎，你看那墙上那几幅画。我很喜欢这几幅画，还有这里，这些画无论是构图还是光影，我觉得都非常的棒。还有这幅，确实很美。喜欢吗？喜欢。这儿的爱德华牧师人很好。你怎么会来这儿？每当我想起亲人的时候，我就会来这儿。他向所有善良的人敞开大门。我喜欢这里。喜欢就好。看什么呢？你说的阴险阳险。我就那么一说，你看你还认真了。云记号已经离开上海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必须想办法尽快突破困局。哎呀，建松啊，这两天每次你离开这个房子，我就觉着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可每次呢，你都平平安安的回来了。得相信自己啊。接下来我这步棋走不好，会有很多人送命。那你也跟我说说，让我也帮你啊，理理线头。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徐光普就是敌人的间谍。我早就说是他嘛。我说过，证据也可能骗人，刘明珍也有可能。为什么？这看似是条情报，但是却无关紧要。重要的是，云记号运的是什么，要去哪里。他们两个今天分别给了我两个不同的地方，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，其中的一个肯定是真的。那哪一个是真的呀？立刻发给上面，要他们在两边分别核实一下。好，现在就发。对，现在是。夜莺，现在应该改口叫他林建松了。查到他了？从一个叛逃的老军统口中查到他的。林建松此前是军统的王牌杀手，后来不知因为何故转投了地下党。怪不得此人的行事作风和徐光普还有乔少山不一样。这正是他的可怕之处，他融合了军统
和地下党的优点：见血封喉，谨慎小心。所以对于河野提供的情报，他还是要进一步查证。情报站瞬息万变，时机最为重要。无论是河野还是青木，他们就是我手中的武器。对于林建松也一样，他已经发现了青木，却没有对他下手。看来林建松也想放长线钓大鱼，所以他还想进一步获取关于云记号的情报。对，把今天的情况让青木通知河野，一定要交代清楚。对于浴火这条情报，一定要河野慎重。嗨，明后天林建松的上级应该会发密电给他，到时候我们再制定应对计划。嗨，这就是你的应对计划？对。可是你为什么还要用山海经的密码本？敌人搜过钟表店，肯定知道了密码本，如果换了新的密码，他们就会察觉。哦，对呀，我现在采取的是下下策，尽可能的拖延时间，敌人随时都会察觉，而且我担心会威胁到美如。是啊，一定要想个办法破了金井给我织的这两条线。我们去通知青岛的特高科，让他们去释放业务，制造云记号去青岛的假象。不过我们还是要放出一条消息，云记号真正的目的地是大连。明白。林建松如果再不动手，就说明他另有所图。科长，李师兄，我要逼他出手，到时候我们就看林建松会怎么做。给我接青岛的特高课。哦，对了，我记得你告诉过我，前两天老汉不是来电报告诉你说云记号要去大连吗？这些话我是说给窃听的人听的。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，希望老韩不会立刻回电报给我。其实刘明真才是真正的煤机关的间谍。那你是凭什么认定刘明真就是间谍啊？那块手表，还有云记号去青岛的假情报，刘明真是想把这个嫌疑引到徐光普的身上。这个刘明真呢，藏得真是太深了。他也太急了，他是急着想迷惑你，控制你。是的。云记号去青岛的情报，谢谢你啊，这么重要的消息你让我说。只要他相信咱们就行。哎，这我得告诉你啊，他现在肯定特相信咱们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给你分析一下啊。一，他现在的身份已经暴露，只能靠咱们。二，他现任在咱们手里啊。哎，他让咱们查货物的事儿，你能去航运局打听打听吗？
这我不敢确定，我试试。行，我做饭去了。好的。老韩那边万一有个什么差池，那这计划可就全暴露了。金姐是个不会甘心等待的人，我真希望老韩不要立刻回复我。把乔少山上次的电报给我拿来。既然剑松他们已经锁定了联络人，为什么不顺藤摸瓜查出那个潜伏的间谍呢？难道敌人在迷惑他们？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回复夜莺，我们已经知道云起号去大连。那如果说这个间谍是用真情报来骗取夜莺的信任呢？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你让我想想啊，你让我好好想想。有机会我们再去看展览。好。小姐，菜好了，准备开饭了，咱们吃饭吧。好，走。哎，罗先生，嗯，你什么时候能把我们小姐画好啊？差不多明天吧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问问。罗先生，多喝点汤。谢谢。罗先生，新船设计的怎么样了？进展的还比较顺利，现在最难的是如何控制成本。一定是我义父的要求吧？我觉得总经理说的没错，细水长流，而且在这个时候他能有这么大的魄力，的确是难能可贵。你不是在我面前夸我义父吧？他哪里有你说的那么伟大呀？不管他现在怎么想，他这个决定都是对的。日本人长不了，等到战争一结束，我们的新船就能派上用场。来吃菜。好。罗先生，多吃点菜。哦，好。先休息一下。啊，没想到做模特还挺累的。你画的真好，你捕捉到了我的另一面。你眼睛里面有的时候很神秘，有的时候又有点陌生。有时候我也不认识我自己。美如啊，人有的时候不能活得太清闲，这样就会没有乐趣吗？你总能说出我想说的话。也许这就是默契吧。喝点水吧。好。
如果你的船出了什么意外，你会不会？云记好。嗯。别想那么多，云记好不会出事的。你真的这么自信吗？我设计他的时候就想得很周详。我信任我的船，也相信我的设计。科长，青岛那边已经全部安排好了。很好。明天，最迟后天，对林建松的回复就会发到钟表店。科长，这个局已经做得天衣无缝，你还担心什么？我担心林建松会识破我们做的这个局。林建松是以行动见长，这么复杂的局他怎么可能看得透？而且何爷给他的是真实情报。是啊，他就算怀疑何爷，也不可能忽视这条真实情报的价值。你现在就赶回舰艇站，他们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要清清楚楚的知道。嘿，给我做好玩的东西呀，乔叔叔。滚！出去！给我滚！你个小兔崽子！乔叔叔，你没事吧？我当然没事了，我天天见你就烦，滚！赶紧的！你听见没？给我滚！赶紧走！听见没？乔叔叔，走走走走走。赶紧走！你不是说给我做玩具的吗？就不给你做，破孩子！滚滚滚滚滚！不给做就不给做，你凶什么凶？我当然要跟你凶了！滚！赶紧走，赶紧走！滚！滚！我再也不会来了！你永远也别来了！接下来我这步棋走不好，会有很多人送命。乔少山，我必须想办法救他。坐会儿啊！啊，行行行，有时间过去啊。哎，好嘞。